各位基隆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欢迎收看《民意交响曲》。在这里可以听到不同的意见、想法，可以畅所欲言，和我们一起监督市政，让基隆更骄傲、更进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我是蔡小君。基隆市政千头万绪，在今天的节目中为您邀请到三位议座，带我们来倾听最地方的声音。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安乐区市议员余三发。发哥好。小君好，两位议员好，还有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乐区余三发。发哥好。第二位是我们中山区市议员宋伟丽。伟丽姐好。好，小君好，还有我们余议员以及连议员，还有各位观赏我们那个民意交响曲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伟丽姐好。第三位是我们暖暖区市议员连恩典。嘿，小君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恩典议座好。要带大家先来关心一下我们的民生问题，我们地方无死角到底要怎么做呢？一块来看看。前一阵子，基隆发生女子遭攻击，监视器却因故障失修，未能发挥辅助治安的功能。市议员余三发在总质询时搬出17年前他就要求大量装设监视器、感应式大灯的质询画面，一样的诉求在今年总质询中再度提出，加入广设灭火器，确保大众的公共安全。各位都有看到了，年轻的我就开始在讨论这件事情了。我建议市长，你应该装20000套，至少要20000套。为什么？全基隆市每个基隆都有一套，1500块左右嘛，大不了编3000万嘛，保固3年，你一年才花1000万，全基隆市到处亮起来，全基隆市监视器没有死角。加入广设灭火器，确保大众的公共安全。我建议广设灭火器，因为现在一个灭火器大不了1-2千块嘛，对不对？让基隆市到处都有灭火器，希望灭火器跟我们的监视器跟感应式大灯，希望这种虽然看来不是很大的东西，但是却是民众很需要的东西。我非常认同议员您的看法，也感谢包括像感应式的路灯，我在这个议事殿堂上也不能骗大家，这个很好的方法是你建议我的。感应器的部分跟这个监视器的部分，一个部分可以考虑补助，一个部分可以考虑采购，我们尽快在下半年就能够下到邻里去。另外，安义路社区缺乏停车空间，市议员余三发也提出在安乐国小旁盖立体停车场的诉求。我们现在安乐国小后方这个立体停车场，这是安义路砖，我们希望往这个地方衔接，经过这边可以搭建一个平台去衔接这一栋。下一章我们再来看，我的构想就希望搭一个平台，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立体的停车塔。这一章就是我亲自画出来的，因为我讲了很久，我们市长好像都听不懂。现在新的市长，我希望你也能够更快的听懂。如果您这么关心这个议题，我们也要给您具体的一些回复跟想法。我想说，我们这个案子从你这样子跟我们说开始，你画了这一个这么完整而且清晰的一个概念图，我想我们会来开始研究，然后也去了解一下那个地块的大小。了解一下说那个附近的一个停车需求是肯定有的了，这个毫无疑问啦，但就是说如何来促成这样子一个案子，到底是可能要民间的还是要用政府的，等等，我想我们会开始应该是说积极来评估。好，所以可以看到，不管是民生最需要的这个地方无死角，还要升级消防设备这些问题，我们的议座都非常关心。我们要请教我的发哥。好，谢谢小君。好，我想刚那个 VCR 上面大家有看到，我从10-20年前刚刚里长的时候就已经在体验这个东西，而且一直在争取。我想前任市长我跟他讲了几次都听不懂，所以后来我有跟私底下跟我们这个谢市长有提过了。我想这个构想就是说，我们经常会发现到说有些巷道有些骑楼会觉得很昏暗，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装设这个感应式的大灯，去广设它。我当初当里长的时候就曾经示范过，那时候 在大概20几年前了。我那时候示范的时候效果很好，走到哪里亮到哪里，想要违背坐台的人当然会选择暗的地方嘛。所以
从此那个失窃率就降低，包括尤其是机车失窃率非常明显非常明显的这个降低，所以我赶快跟谢市长一就任，我就赶快建议说可不可以考量这一个方法。哎，我们谢市长行动派，他马上就开始办，而且现在当然了，因为现在谢市长他本身手上可以运用的资源是来自于上一任市长他编列的预算，所以他手上临时要叫他找很多资金才出来做这个事情可能困难，所以在很多方面的这个争取之下哈，去挪出了一笔备用，就是说我们现在先试办，可能我们现在据我所了解是每一个林长这边都会有一个感应式的大灯，在今年度要来发放，好，要来装设。再来就是每一个里长会先有10个这个一般的监视器来做装设。那这个监视器不像我们一般的那个监视器那么复杂，又要装什么主机啦，又要拉线，要干嘛？不用，这个是用现在的新的比较一点的科技，连到手机就可以了。所以很多地方都可以来装设，让我们。所有治安没有死角啊，那个监视器也是一样没有死角啊。当然，我们不是不重视，是我们已经讲了很久，一直没有动作。那现在谢市长这么行动派，我们一定要给谢市长一个好好的一个哦，给他一个肯定的哈。那接下来就是说，刚刚也有律师上也有提到说那个停车场，我想基隆这种地方，很多地方都非常缺乏停车场，再加上。现在中央的某些政策让现在到处在开单了、所以真的民众的对这个停车的需求是非常非常之大。那这个安乐国小立体停车场，我想我也在之前的8年之内多次多次每次的总咨询我一定提起，一年至少2次的总咨询都有提起到这个案子，可是就一直停滞不前。那我这一次我就亲自用我的电脑亲自画了一个图，我想让我们谢市长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知道我们想要的是什么。那谢市长也在最近跟我联络说他希望安排一个现场来会刊，我们实地来了解，因为确确实实这个地方是可以利用的嘛，为什么不去利用？好，啊，至于我们谢市长他比较有商业方面的一个思维，所以他一直认为说市政府就算没有钱盖，可以邀请民间来怎么样来活化，让民间也可以来经营，好，比如说加入一些商业行为的元素，让地方也能够带动一点繁荣，我很支持很认同啊。所以如果说像我后来上面画了一个所谓的咖啡屋，就是以后上面搞不好会有一点商业的一些行为出现的话，就会让这个停车场比较有人有意愿，愿意下来投资经营，也对地方这个停车问题也可以做一个改善。那至于刚刚也有讲到所谓的灭火器，也是我在最近才开始建议，然后这个从前前朝的时候我都还没有建议，是因为我们发现到很多地方的灭火器都有里长在反映说，风吹日晒雨淋情况之下，灭火器已经有一些锈蚀老旧不堪，甚至于我们维丽姐当天在议会有提到说，有一些地方有灭火器发生爆裂的这个状况，再加上我们的立法院在前一阵子已经有通过说，现在旧式的灭火器里面的干粉，它是一个致癌物，而且很严重，很严重。好，那这个往后，我们政府也会走向说，不去使用这种会有致癌性的这个灭火器。那经过这样的，我就觉得，刚好在选举的时候，有些里长有听到民众的这个反应之后，有提到说，好，我如果当选之后，我会广设灭火器。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因为灭火器这种东西，尤其基隆多山。宰相又多，常常因为本身面临过好几次火灾，都是因为车子进不来，灭火器又不够，所以我建议说应该是广设灭火器，跟我讲这个感应式大灯还有这个监视器是一样的，应该广设，因为这种小东西大家都需要，当你需要的时候这个东西都是很重要的，可是目前并没有去广设，所以很希望说能够去广设灭火器，让很多地方随时如果紧急需要的时候马上就有灭火器可以使用，希望明年度开始我们的市长能够在这方面多编列预算，让这个愿望可以达成，是就是要检视在地最需要的东西，倾听地方的声音。当然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要为民把关，一块来看看我们伟丽姐在市议会上的质询。我们前朝的政府所留下来的事情备开始
在中山区的台肥厂堆呀堆呀堆，堆出一座高山，可以去爬山，在市民运动的体育场挖呀挖呀挖，堆了一堆砌土，何时能运动？在地标公园的废校里盖呀盖呀盖，拉皮成为图书馆，全民来买单。文创政府的前槽里温水煮青蛙，有爱基隆的新团队拨乱反正哟。基隆市议员宋伟立进行市长市政总质询时，特地先播放一段自行拍摄酷手抖音，来讽刺前基隆市政府留下包括地标公园以及台肥公司废弃土和市立体育场等建设以及工程上的一些烂账，希望市长谢国良接手后的新市府可以拨乱反正，依照规定妥善处理这些烂摊子，紧速完成建设。我们的市民运动体育场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我想要就教一下我们教育处处长，原先他们的合约是打到什么时候完工的？原先合约的时候的订定其实都是600个日历天，所以呢，600个日历天，所以呢，原则上也是会到113年。113年是？那您也是113年？是。等于说你要接收一些过去有违法违规。所有的烂摊子是不是这样子？这个目前有一些已经进入了履约的争议当中，在做相关的处理。另外，宋伟立也质询包括文明路以及大庆大城等社区道路改善的问题，但是总遇到牵涉到所谓私人土地的情况。我也请区公所，我说那你们要赶快叫那些，因为那个私人土地不是很多，你知道吗？但是有私人的土地。我希望这条啊，希望你赶快催促一下区公所。不过市长谢国良答询时表示，以前都说不行，但其实没有一定不行。市政府已经在研拟办法，签报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未来就算是社区道路，但是影响到道路安全，经过委员会认定后，就可以由市政府来施作改善。我们一直都有在思考，包括大庆大城在内，就是有很多社区的土地，那以前都说不行啊。其实跟宋前议长报告，没有一定不行的。我跟公务处，尤其耀川处长，在这方面我们有比照了台北市的一个办法，所以我们最近在事务会议即将签报一个新的委员会，这个是一个道路的安全的认定。假如这个道路呢是不是非公有，是社区的，但被认定是安全上是有疑虑而需要施作的，那我想我们就可以在那个委员会认定后，那我们的公共建设的经费就可以得以施作。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个通明街那边的，以及为过去您过去长期关心大庆大城，大庆大城未来我们事务会议通过以后，我们会让委员会来认定，如果您觉得哪些路段由我们来判定，判定过后即便它是社区这个的所谓的道路是非公有的，未来编列预算以后，我们也是有办法处理的。所以我们有替过去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方法找出了一个解决之道，我要特别向您报告。宋伟立强调，听到市长谢国良谈到可以解决困扰已久的社区道路问题，实在很开心，也相信大庆大城社区居民听到后也会很感谢市长。就是要找出民众最需要的地方，然后去解决它。我们可以看到伟立姐在议会上为民服务，为民争他们所需要的东西。那当然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前市府的烂摊子需要收拾，我们要请教伟立姐，民众是怎么跟你反应？ 好，我想其实我们现在基隆市我们看到的哈，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会问说，譬如城际展映站啊，或者太平青鸟啊，或者是体育场，为什么都做了一半，怎么到现在都还没完工？最主要他们之前都有出一些问题在，好，那出一些问题在的时候，就变成这就所谓的承接的这个历史共业啊，我们一定要历史共业，要不然怎么办？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新政府上来，那等于很多预算都是那个前政府那时候编的，所以他现在必须要执行下去。那包括设计的图啊什么的，可是设计的图好，我就像我这两天我到太平青鸟去啊，我几乎一个礼拜去两次，
我为什么老是上去？因为我非常关心我自己区辖区内的，而且它可以说是一个基隆的地标的一个，在我们海洋广场这边就可以看到的啊。那时候，前政府我们林市长，也就林部长，现在林部长他大力的在推我们那个那个太平鸟书店哈。我想那时候让我感觉就是一日新闻，一日新闻。然后现在你们可以去看，去现场看那边的停车场空无一人，哈，外面有好像跟力宝借的还是什么哈，有设立一个停车场，都没有车子停在那里。这还不打紧，你现在可以上去看，就是说真正的外县市来的现在人数到底有多少，我们可以去统计。然后那时候呢，为了这校舍的改建花了多少，三千多万的经费哈。那结果现在你的收益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任何一件事情我们花费出去，我们一定要有受益到嘛，对不对？要么政府的钱就一直丢到水里一样，这就所谓的钱坑啊。那我觉得就是说我这两天都我一个礼拜上去两次，那第一个就看有多少人上去，第二个因为我们很关心地方的繁荣嘛，政府既然在这个地方给我们建设了，我们就应该要关心这地方如何让未来是更好，能够让政府好，让民众好，让人家到我们基隆市会觉得我们有一个那么好的一个那个景点哈。那结果我上去，我觉得缺点非常的多，因为我想我昨天有给你一些图片哈，就是照给你看，就是连那个目前他当初设计的那个叫什么什么后殿的座椅，你知道吗？他那个叫后殿的座椅，然后那后殿座椅又是手这样摸上去都会黄黄的，谁敢去坐？所以前两天我有跟处长以及我们的那实用科科长哈，我们有上去，然后我把一些缺失都点出来，这就原先设计的。那它不好的东西我们是不是要改？但是碍于经费的问题，因为预算都是去年度在执行的嘛，所以说那等到大概还要等一阵子，因为还有一些草皮部分。我觉得它整个设计哦，你知道吗？那设计师跟我讲，那时候设计师也在现场，他一个非常年轻的，他就跟我讲说，这是西班牙的那个整个风景的那种。我说你要因地制宜，我说你要看气候。他说气候新竹也有，我说新竹的风比较大，好，比较干燥，我们这边又湿又那个，然后你们又做了一些观景台。我说是要看什么？他要看剧场。我说一棵老树很漂亮，我说可以做打卡景点，你说要做剧场怎么做？我真的是觉得很多的缺失都需要未来看用其他的东西去把它掩盖，还是说重新再设计。我觉得那，然后我有遇到现在的就是包商，他跟我讲说，老实说他跟设计之间感觉就是卡卡的。所以我常常在想，过去的政府好像都是在用文字在包装，跟实际我们所需求的都是好像没有连结性，这是第一点。还有再就是那边的路灯，既然那个刚我们三方议员，我觉得他一直在极力推这个，非常的好哈。因为基隆巷道很多，那巷道很多，那我们尤其在一个观景台的地方，可以看到整个基隆港。你应该旁边的路灯也要那种装饰艺术的灯，也要打亮一点，不能太暗，你知道吗？太暗，尤其是那边的居民，他们时常就是说上来上面运动啊，或者是他们上来运动差不多都早上四五点钟、所以那边都黑七八乌的哈。那我意思说尽量灯要亮，路要平。那边的缺失还有非常多，点点滴滴。那我昨天前天有跟他们讨论，结果我有跟他们讲，请他们改善，未来如果有经费的话，我说要尽快的来改善，要不然的话，我说政府花那么多的钱
然后到现在这鸟不生蛋，就没有人去。然后最多的是什么黄金？哦，对，所以都是毛小孩的黄金。对，我觉得很可惜啊。然后杂草丛生，是他们说那是西班牙风，我一点看不出来。我觉得好像是什么那个芒草也有啊，反正就是都乱生，对啊。是，那既然现在我们新政府接的话，希望再把那边整个规划一下，看未来要 BOT 或者 BO 或者 OT 什么的方式都可以经营。因为目前那个太平青鸟那个咖啡厅，我们政府是完全没有收他们租金的，对，都没有收他租金的，也没有押金，没有任何的啊，让他们在那边如果营业额达到某种程度的时候，他要给政府，是有这样的一个合约。那也是当初我跟林市长要那个合约的时候，他们居然跟我讲说，不是林市长，是他们的承办人员，有一个科长，居然跟我讲说，我们这不能对外的。事实上，我们议员是有监督的权利，所以我们是可以不带走，但你要让我们看，看你们的合约是当初怎么写的。我觉得有猫腻，所以不让我看，然后跟我讲说我们议员不能看。我觉得真的是过去的政府，就是用文字包装。包装的非常美丽，然后事实上跟那个文字上面是有非常大的差异。对，是，就是要求我们的市府要针对缺失来进行改善，就是为民把关，要把地方建设做好，一定要做好。对，你想想看，开幕的第一天，我就发现我们没有灭火器，完全没有，然后还有消防通道也整个。你知道消防通道多扯，你知道吗？我们一般在餐厅或什么的建管客应该是那个门是要用这样挤压然后推出去的，结果他们是用上锁的。对啊，你不觉得很扯吗？啊，这样子也敢？那时候开幕，2021年的时候开幕，现在很多东西都已经生锈了，才多久？10月份那时候我记得，如果没记错，2021年10月份开幕的，到现在很多东西都生锈了，啊，这材质到底是？没错，这的确还是需要现任的政府来赶快来帮忙处理解决。对啊，这就是烂摊子，对，烂摊子。那一样为议座们要为市民把关哦。另外要带大家来看的是我们的浪浪豪宅，目前的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恩典议座。哦，说到浪浪这个豪宅，我想在前朝我们的前市长他们也去争取到1亿3000万，然后来改善七堵的这个宠物银行。当初讲的设计的，或者是甚至我们议会也我们议员一起去前往考察，那我们听到他们的简报设计，觉得还蛮不错的。那甚至我那时候我在议会里面总咨询的时候，我还提出，我参观过新北的那个宠物银行，那他们的做法是把那一个场域当做可以当做是一个亲子，在假日的时候可以去那边，来一方面做义工，然后带小孩子去关心这个生命教育的这个可贵，那一起在那边互动，那带着狗狗一起出来遛狗，或者是一起喂狗，或者甚至打扫这个房舍，或者是帮这个浪浪洗澡等等的，就变成一个教育的场域。那我那时候充满了非常多的期待，想说这个新的盖好以后，我也当场在这个总统的时候建议我们动保署是不是能够朝着这个方向。那当初的这得到的回答是 OK 的，结果在礼拜二的时候，我亲自到了这个宠物银行去了解了一下状况。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社区里面有非常多被弃养的狗，那因为社区的人也在那边喂食，那造成这个环境的脏乱，甚至在这个运动的地方，那些老人年长的人都不敢前来，因为又脏又乱，然后
我就联络这个动保所是不是能够带走。那结果在询问之下才知道说，哦，原来动保所目前他那边只能收容28只的这些的狗，已经没有再多余的地方。我说，哎，奇怪，之前不是已经1亿3的已经都做好了这个新的，还说是浪豪宅这些，怎么会这样子的？我礼拜二的时候我就亲自到了现场去了解，哇，原来是这个发包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发包的这个厂商当初也在比较山上的一个狗舍里面，就是浪的那个这个旧有的这个房舍要把它移下来，要盖好新的之前，他们一定要先做一个让能够安置这些的。结果这厂商并没有承诺，有承诺，但是并没有去做，就造成现在第一个这个豪宅并没有办法去这个验收。那里面据我们这一个动保所的所长说到，里面有将近30个缺失。我那天去看的最大的一个缺失就是，他那个狗，就是说浪住的那个狗舍里面，他的排泄物没有办法很快的就能够冲到水沟里，他那个泄水是几乎没有办法，要靠人去扫或者是用那个水一直去冲才可以冲得走。建的那个这些的志工或者是在那边工作人员，全身都是那个水，你看那个跟那个废弃物的水一起溅上来，这是第一个最大的。再来排水的部分，那个还有漏水的部分哦，还有电梯就开在那个大门外面，不就是那个也没有屋檐也没有什么，那你看那电梯它说常常故障也不能用，所以说里面有非常多的那个设施，再加上现在的志工有些人就是在246都有去那边，好比说带这个狗狗出来遛一遛或者喂他们，你知道那个地形是就是跟一个非常大的波浪，好像是5级的那个浪，这样高低，那你说怎么样？这个志工怎么能从狗舍把他狗狗牵出来，遛一遛，然后再走上去？我要走一趟已经就喘得不得了，我相信这些志工比那个狗狗还要累。那有没有根本不太可能做这种事情？但是我们看到后面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去做好更多的这个应该设置，让这些狗狗好像比如说这个平地啦，或者做几个比较好的类似公园的那种感觉。我想这个是这一次他们当然第一个先要，现在我知道已经动保所已经提告，向法院提告，这个厂商都不愿意来做后面的修缮部分，包括里面的不管泥座也好，电梯也好，或者等等的，有刚刚说的113项的这些的缺失，那现在也都摆着不动。我想现在也请在这里，我也要告诉我们这些爱护狗狗的这些的好朋友啊，这些浪的好朋友，现在的我们的宠物银行真的是有这个困境在，那也真的是目前没有办法再把多的这一些的有问题的这一些的浪或者是我们的爱猫的带到我们的那个宠物银行去做处置，所以处置就不管在那边养也好，或者是就医也好，现在因为场所的关系，特别更恶劣的是，现在的厂商说这些东西因为还没有交接，这一些的场域他们盖到的场域都是属于他们的，外面人还不能进去用。我听到这个都傻。那现在目前的这些的狗狗怎么办？其实目前现在因为厂商没有按照他们的承诺说，先把旧有的那个狗那个浪的这个地方先盖好一个，让他临时住。现在也是住在不太堪使用的那个场域里面，所以造成在里面的几个我们动保所的这些的员工，或者是甚至有我们进去来的义工，都非常难在那边运作。那所以也希望政府赶快着手处理这件案子。那过去的厂就是不晓得怎么找到这些厂商这么烂，然后真的没有办法去收尾。我想包括我们刚刚议员，我们前议长松原也提到，有非常多都真的留的一些烂摊子，让现在的政府要去一样一样收。
我想也真的辛苦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政府，谢国梁领导的团队，那也希望你们再多加把劲，把这些的受伤的没有办法复原的想办法来把它完成，然后让我们的民众有更好的场域来 在生活里面。是，哎，真的很谢谢恩典义作，也没有讲我都还不知道，原来他们还没有办法能够正常运作，连工作人员都很难再进驻新的环境来为我们的浪浪服务。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检视的是我们 BOO 最终掩埋场的争议，这一个在之前就是吵得沸沸扬扬，民进党的市议员联合党团就非常质疑这一件事情，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发哥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谢谢小军哈。我想这件事情现在我想我也受到很多民众问说，哎，你们支持的这个谢市长怎么去做这种荒唐的事呢？本来一两千块在基隆就可以掩埋的、为什么现在花20000多块去外县市掩埋？那我想话不说不明，因为大家都不太清楚这个状况。我想我要在这里对大家做一个解释，就是说当初这个掩埋场可以说我们每天垃圾烧出来之后会有灰渣还有飞灰，这些东西最后都要拿去掩埋。当初我们在掩埋这个地方的时候是在许财利市长时代的时候跟这个厂商签约的，那时候的环保概念没有这么高了，那时候就想说，哎，好，我烧完垃圾烧完之后会留一些炉渣嘛，就掩埋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对基隆市就是有一个优惠价格，然后在外县市再收一点点回来补一下就可以弥补，好，他就可以把这个掩埋场掩埋在这里。但是在民国98年，也就是林佑昌市长的时代，他把他给整个当初的规范都打破掉了，签了一个所谓的不平等条约，就是说可以让这个厂商大量的收外县市的垃圾过来基隆买，也就是说我们基隆大概一个月要送到掩埋场大概900吨而已，那从前是大概2000-3000吨，900吨买基隆，剩下那些就让你去收外县市的来报，所以他给基隆有一个优惠价，所以现在一直在讲说啊，在你修个几年，现在买啊，用这么多钱去外县市买，当初是这样子。可是很奇怪，在几年前，我们的理事长团队竟然给他签了一个说好，可以让他每个月收到6000，换句话讲，扣掉基隆的900，剩下的5100吨都是收外县市的。我想不讲，可能各位不知道，中部以北几乎绝大部分的县市，只要烧完的垃圾，通通埋到基隆来了，谁在赚？厂商在赚。那为什么要给厂商这么好的优惠条件呢？而且在去年111年的时候，更出现了一个更不平等的条约，更奇怪的条约哦。从一吨本来可以2000多块嘛，一路让它涨到后来一吨是20000多块。各位，一个月收了5100吨的外县市的垃圾，一吨让你收到20000多块，一个月多收1亿多耶。一个月多收了1亿多呢，难怪厂商现在一直要再去跳脚，这么大的利润当然割舍不掉。可是各位要知道，对我们基隆有帮助吧？没有呢，基隆还是一样，只是享受说我基隆自己烧出来这个一个月的900吨的垃圾，你算我便宜一点。但是如果说像从前一样，你不能收太多钱，而且也不能收太多量，去收一些外县市来补，那我们还能接受。现在不一样哎，现在基隆不过900吨，剩下的5100吨是从外县市收回来，而且一吨收25000，20000多块，暴利啊！一个月可以多赚1亿多啊！一个月光收外县市赚1亿多啊！所以基隆哦，就不用钱还要倒贴给我们，他还要划得来嘞。可是后来他坚持不给基隆多一点回馈，然后坚持要外县市收那么多，才会搞到后来跟我们基隆市破局嘛。那大家很质疑哦，啊，那牺牲掉了那个这么低的价格，用这么高的价格去外县市烧，那怎么办？我告诉你，这是短暂的，因为我们不能够任由这个厂商一直收外县市的垃圾埋在基隆市。基隆市我们才900吨，5100吨，总共6000吨里面5100吨是外县市来的啦，所以现在外县市都不用担心他们垃圾烧完之后要埋哪里，埋基隆就好了，因为基隆厂商在赚啊，钱谁在赚？厂商赚，承受谁在承受？这百年的垃圾是我们基隆人要承受，所以我100%支持谢市长不再接受外县市的垃圾来基隆掩埋，我100%支持。
啊，自己说这段期间我们花很多钱去让别人埋这些垃圾，确实很痛，我知道，因为从前外县市的人埋到基隆人，埋到基隆来的这些垃圾，他们也很痛，因为他们埋到基隆也是要埋两万多块啊。所以我们现在基隆不让人家买两万多块，自己要去让别人买，当然我们要花两万多块啊。但是我们要告诉市长，就是说千万不要一直我们自己这样处理下去。所以我们跟桃园有一个县市合作平台，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烧完的这些东西交给桃园处理，因为他现在可以所谓的经过水洗啦，各方面的技术环保再利用，可以说做到零掩埋。换句话讲，从前我们可以很便宜去埋在这家公司，现在是我们送去给桃园，桃园经过处理之后，他们可以用在一些公共工程的水泥里面。换句话讲，零掩埋，资源再利用，又不用花大笔钱，又不用埋在这里，又不用收外县市那么大量的垃圾，一年算下来算万吨的呢，几万吨呢，五六万吨呢，都是外县市来的垃圾来的。所以基隆人不再每年接受好几万吨的垃圾来基隆买，对基隆是好事啊。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跟县市合作，让桃园替我们解决这些灰渣，那我们基隆不用多花钱啊，两万五只是暂时让他们去处理废灰。但是还有一个叫底渣，底渣这个东西也是一样，我们基隆是陆陆续续在规划环保局这个地方，我们那个天王天的市场这个地方也会进驻所谓的水洗设备，慢慢以后这些灰渣跟这些炉渣我们都自己可以慢慢处理，而且不再像从前一样剩下就把它埋在土里面，那以后的子孙怎么办？现在有新的技术，就是把它变成水洗掉，资源再利用，做成再生绿化，让它可以用在一些简单的工程，可以用掉铺路啦、盖水沟等等，再把这些东西给弄掉，就是所谓的零掩埋，这是走向资源环保再利用，而且不用花大钱。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不要厂商在赚钱，基隆人在承受几年几万吨、五六万吨的这个外县市的垃圾来基隆买。所以短暂的这个阵痛大家要去承受，因为市长这个 做法是睿智的，我们基隆人没有必要去承受外县市那么多的垃圾全部丢到基隆来买，然后让厂商那边赚得肥肥饱饱的。你想想看，民国98年让他从3000多吨升高到6000吨，民国111年让他从可以收两三千块的费用升到现在可以收到2万多块。你如果说这是基隆市政府在赚，可以回馈给基隆市民，那我们又另当别论，我们可以说啊，大家委屈一点啊，怎么样？不是啊，这个合约很不平等嘞，是厂商在赚啊，基隆市还是在承受啊，所以我支持市长废掉这个合约，暂时先阵痛，花一点钱让别人处理，以后我们自己能够处理，设备赶快进来，自己能够处理，然后做到环保再利用，零掩埋，我支持这个政策。是，谢谢发哥，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这我也豁然开朗。5100万吨，然后每一吨2万多块，哇，那真的是难怪会有这样的结局。那同样呢，我们要继续来检视的是城际转运站，我们要先请伟丽姐跟大家分享。又是个烂摊，很多人啊，包括外县市来基隆啊，我说哇，你们干那城际转运站干了非常非常的久，到现在还没有整个完工吗？就问这样。我说对啊，因为其实刚刚我们讨论的结果就是我刚刚听到恩典还有我们三发议员大家在讲，就是说很多厂商做不下去，我觉得是不是我们的设计公司都出问题，这也是我如果说明天我可能会如果有机会碰到市长的话我会提起他。我觉得有时候设计公司跟包商是要连贯性的，他们两个不能说设计公司跟包商，因为很多我听到包商都说，一些厂商都说做不下去，他老是变更设计，或者是说他说跟实际的是不符合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市政府未来要去注意到这一点。那再来就是城际转运站，我觉得很多人跟我讲
那很像是仓库，你说造型吗？感觉它的造型设计的造型好一点都不像是一个花了3亿多的一个造价的一个火那个转运站，好一点都不像一个新的，而且花了3亿多的一个转运站。他们说感觉好像有，到底是你们那个市长又那么年轻，就讲我们的林部长哈，他那么年轻，他带的所有的团队也都那么年轻，怎会是设计那样的？好，除此之外呢，而且他整个动线就让人家觉得很怪异，你知道？我们大概我从那个车站这边，如果要回到中山一路啊安义路这边的时候，你们看侧面这边，觉得很奇怪，真的很像是一个货柜屋。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那感觉，我就是因为外县市的朋友来基隆嘛，他们说这个怎么盖成这个样子哈，就是让我们感觉到就好。除此之外呢，你们可以发现到车站是不是最热闹的地方，是不是？不管上下班或者平常都会让人家觉得很热闹，为什么我们基隆的车站让人家感觉冷冷清清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未来我们政府要去，当然可能现在还没有完全完工了，所以会让人家觉得冷冷清清的。还有我觉得它的设计就是蛮奇怪的，而且设计部分外县市朋友就是这样，对，外县市朋友来基隆都这样讲。所以说我觉得在未来，当然谢市长谢政府现在有在上面弄一些，我觉得弄一些那个电子的一些影片，我觉得蛮不错，好让它活化起来。就是说其实很多东西都画龙点睛，就未来看怎么样再把它稍微修改一下。对，我觉得这很重要的。对，是恩典一座呢，好，特别是讲到我们诚意转运站，那我记得在前年我们林佑昌市长的时候就积极应该也打响了这个全台湾省基隆的陈伯会，他认为外面看得非常亮丽，我们从林市长去争取了这个前瞻计划的经费，然后从我们不管是诚意转运站、海洋广场，或者是延伸到和平岛的路线上、彩色屋等等的这些，做得好像很亮丽，但是现在几乎80%都是门关着，没有办法动。很多市民就问，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不是已经那时候前年的底的时候，不是陈伯会已经都来参观了，然后什么人家怎么现在都又关起来呢？后来才知道，真的把这一些被关起来的地方，都是当初在设计规划的时候出了状况，然后要不断的这个变更设计，变更设计的时候，自然就会延误到这个我们现在的启用的这个房子也没有办法启用的时间，然后又没有办法验收。那最糟糕的是，当初在陈伯会，因为林市长他要赶着这个宣传的效果或基隆的成绩，就把原先没有做好的，用很赶工的方式去把它做完，结果做完到现在，这个厂商也来请款了。他说啊，拍谁啊？这个验收的时候说，这个不是当初我们要求你不是这样做的，那你怎么做成这样？他们说当初那理事长说啊，叫我们赶快赶工啊，用什么方式做，那现在就卡到这些的厂商也认为我们基隆市政府是一个要刁难他们也不守信的一个政府，然后让新的政府来接这个烫手山芋的时候，也背了很多的黑锅，好为难。所以说对，是，所以现在的有的厂商也在打这个官司，说当初你们叫我们做的啊，那现在变成现在的市政府就要来擦这个屁股，然后后面要赶快再把原来的这个设计再恢复到之前，然后再来做验收。我想这都是我们现在是谈到诚意转运站，我们之前我们议会，我们全议会也到现场，我们也做了考察，确实有很多的缺失，不管包括那个那楼顶上撞到头的也有啦，那地板有的那个螺丝凸出来，明明凸出来的也有的是白铁螺丝，有的竟然用一般的螺丝。我说在海边上
怎么会用这样子来收尾呢？啊，这就是厂商当初我们不晓得前朝怎么样的跟这些厂商，或者是怎么样的监督他们，然后造成现在的东西。所以现在真的是我们一直在说，现在的市长，我们的谢国梁真的是很辛苦，真的是很辛苦。那我在这里也请求我们市民稍再等待一下。我们现在的市长，我们也知道非常的认真，我们包括我们各局部的各处室的，他们都很努力的在把这一些东西尽量把它用最短的时间来修正，把它修复好。是发哥呢？对，辛苦了，发哥。好，我想大家对这个城市转移站在讲里面的其他，我跟伟丽姐在这边要自首一下哈。城际转移站今天会留到现在还没有开始使用，我们两个算凶手之一。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到在整个设计里面有一个很离奇、很古怪的现象，就是说新盖的哦，最新盖的一个城际转移站，竟然没有接送区啊！他把它设计这个旧火车站跟这个转移站一出来就是徒步区。然后整个中一路就是两栋火车站的中间这条路啊，沿路都是红线。那从前的中山一路呢，本来是可以很好，可是现在全线通通是停公车，通通是公车站牌。那我试问，儿子女儿回来叫你去车站接他的时候，你要去哪里接？只能停红线，要不然就是占用公车的格，不然你没地方停啊。所以我们有跟现这个新的市府团队讨论，说怎么可以有这么离谱的一个设计？没有错，当初的设计的想法就是说，出了火车站就可以看到海洋了，就是徒步区了，哇，想得很完美。可是市民可以每天时时刻刻都停在红线去接受吗？不可能嘛。所以我们也请新的市府团队去检讨，说到底还有哪些设计上的缺失，跟当初没有想到的，后来现在有在修改了，已经要把整个徒步区里面要拨一部分出来做接送区，要不然你要去接个客人，要去接谁下车要接的话，没有地方接啊，一出来就徒步区啊，那大家都要做违规的事情 啊，所以这个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要求市政府说一定要变更设计，不能这样设计下去，所以也有因为这样而做了一些修改，所以导致又工程稍微有延误了，所以这是必要的，所以也请基隆市民大家稍安勿躁，给新市府这个团队一个时间，我们要呈现完美的，而不是急救章的，要赶快做出，我有做了什么？我们希望多花点时间，多花点精神，让事情做得完美一点，给大家一个更好的。对对对，宁缺毋滥。是不是也跟基隆塔一样呢？我们要请教伟丽姐，基隆塔你们也去看，对不对？有，我有去，启用典礼那天我也上去了。那天去的时候风非常大，因为是那时候启用好像是气候是冬天的时候，冬天对，风正大。那我有上去哈，就觉得蛮奇怪，花了那么多的钱，然后我不知道要看什么。第一个，好，基隆港的 view， 看到基隆市的，其实基隆市只要任何一个山头，你到虎仔山哦，太平青鸟，或者是到那个你们安乐区的那个丝绸路那边上面哈，其实都看得到整个基隆港，你知道吗？只是方向不一样而已。好，今天我们政府投资那么多的钱，我们是要回收的，我不知道要怎么回收。我老实说，我看其实照理讲起来，当初他设计这个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过去的政府他应该要评估我今天要做些什么东西，我每个月可以回收多少，或者怎么样怎么样，应该要把这些都要整个规划好，而不是做个基隆塔的一个电梯上来，然后它的机械好像感觉是旧式的，你知道吗？我的感觉，因为我不是专业的，但是我也没有特别询问市政府，但是我会就这个来特别询问市政府一下，因为在我的脑海里也不应该它占有我们需要的空间的地方，摆在位置摆的不对还是怎么样。好，你说坐的那个电梯上基隆塔电梯上来，因为它当初是针对游客来，
其实我们讲真的啊，其实我当初我也是反对，跟太平青鸟一样，他要做这的时候，我不是为了反对，我是评估，你今天是要做散客，如果做散客，你不觉得你花这些钱，投资报酬率不够啊？你今天要做团体的，你腹地那么小，你怎么做？你有什么东西让人家有购买欲？没有东西，没有产品，你基隆有什么产业？没有。你必须要把这些都规划进去之后，然后我们今天再来去做一个交通便利什么东西，或者说我们今天做了这样这个产品出来，我们周边的产品也要同样浮现出来，还有交通动线，可是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败笔的一个，就是钱坑。而且跟各位报告一下，因为我们上次开临时会的时候，市长有提到，如果这一启动的话，一启动它的电费一个月就是880万，哇，是不是钱坑？你如何去赚这880万？不要说赚880万一个月，你只要说赚一半的好了，去哪里赚？我想大家算盘都会打。对啊，真的是招三吉的确是很有问题，这真的是困难的。未来这个又是一个烂摊子哈，要交给我们现在的政府，看他以后怎么样来再重新来规划那块，让它变得有价值点。对，是。那请教恩典一座，恩典一座当天有去吗？有，去考察的时候。最糟糕的，我觉得三个电梯，然后你从楼地板到了。说是到中央公园上面那个珠波短珠舞台那边，每一个月的电费要花这么多，那是不是这种在设计上，包括现在来接手的文化局，他们那天也提到，这样的设计真的是有问题的。这个电机设备，当然电机设备你可以怎么样设计多大的容量，或者是电力要用，可是三个电梯有真的这么严重吗？一定要做到这，我不晓得真的是怎么会造成这样。再来，我们上去之后，那个空间大概我看还不到30平，光那个咖啡那个廊带那个廊，然后再过了一层是景观的，上面总共好这个电梯周边的也不到50平。那你说今天当初我记得我们家发哥可能会有这有各有意见的，那市长说这个就不用花到基隆市人的钱，我们做这个反而会赚钱。那今天做完了，这整个的设施才这么一点点。那当然现在的文化局长也非常积极的，这个找别人来一直招商，他说拜托你这一点点地方我能做什么？卖黄金还是在摆黄金给人家看的，也没有，也怎么样也赚不回来这些的成本。我想当在设计的时候就是真的考虑，我想刚刚我们的前议长也提到，就是说你一个设施要做起来，一个亮点要做起来，周边的设备不，周边的环境是要配套的，不管是我的动线，交通动线也好，或者是甚至停车，或者是这些的商家是怎么样的配合，能够来支持这样子。我想对一个地方来讲，特别是说好听的是什么打卡的亮点的什么，但是我相信人家一到来看一次，我看就不会再来了。希望我不希望以后是这样。我相信，我也相信再来的政府，这个谢国梁带领的应该有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哈。那我们也拭目以待。我相信我们这些的议员也非常会支持他，然后在各种方面，不管是一二路或者是信四路。这条进来的周边是不是能够再一次的把它繁荣起来，或者带动更大的商机，然后一起来配合这个基隆塔？是哦，那真的是一大考验哦。我们要请教发哥，剩3分钟。好，谢谢哈。我想刚才讲到了这个花了这么多钱，好像3.7亿吧哈。三点那个基隆塔，当初基隆塔是我们那个蔡英文政府的所谓的前瞻计划里面拿钱的。我告诉你。把钱要救济来安尼用吼，也不是这样在浪费掉的了哈。花了这个塔，当初市长在议会的时候，我们大家当初都很有意见啊。因为是为什么？因为你上去就看一个主舞台而已嘛，中正公园都还没有做大大
大幅度的一个整修嘛，没有什么卖点出来的情况之下，你盖这个塔要干嘛？谁来？但是市长跟我们拍胸脯保证，到时候盖好这个塔不会花到基隆人的钱，会以塔养塔，这个塔本身有商业行为就会养好这个。结果现在一看不是啊，没有人要来招商，你这个场地谁要来做了？廖检贤立上面走了，所以没有人愿意过来的情况之下，我们一把它估算下去，完蛋了，每天啊就要6万块的开销，每天哦，一年2000多万，我们基隆市民的钱不是钱吗？所以我觉得这一个确实是让我们很头痛。那我想接下来我们要鼓励谢市长赶快赶快，塔既然已经建了，赶快把那个目的地要有一个亮点出来，就好像说去了一个没有人想去的地方，你开的再怎么漂亮再怎么好再怎么便捷的公车，谁也不愿意搭、啊、对，所以你这个地方没有亮点，谁来搭、啊、顶多是给你搭个电梯上去下来拍个照，哎，我有来过了，他也不会进去你的祖母潭，也不会进去你的中正公园。所以怎么样让这一个地方更吸引人，让他可以有商业行为能够进驻，让我们基隆人不要每个月掏腰包出来去养他的电费啊。所以这个前坑当然跟我们刚讲的好几个地方，我真的是包括体育场啦、哦、还有很多啦、哦、这些都是我们谢市长接手之后头痛的东西。那我希望我们大家市民给新团队一点时间、哦、先把问题解决，我们会跟市长一起打拼，把一些该收的烂尾收好啊，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我们一起努力。好，谢谢。是，今天非常谢谢三位议座，带大家听到这么多不同的声音，了解这么多事情，相信我们基隆一定会克服困难越来越好。谢谢三位议座，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谢谢，我们下次见哦，拜拜。